大家好，欢迎来到 VNT 轻松小站，我是小 V。 今天又带大家行下 IKEA， 最近发现了 IKEA 出了新产品，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最新13样新产品，不是广告。提醒大家，如果想跟贴我们最新的情报，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留言赞好和分享，即刻开始今天 IKEA 13大新产品推介。遮光又隔音的吸音窗帘，499元。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条片跟大家介绍过可以自己砌的吸音板呢？今次我们发现了 IKEA 出了一款新的升级版，更加方便大家的吸音窗帘。这个窗帘是灰色款，质地摸下去跟一般的窗帘分别不大，但个纹理就会有点不同。它除了可以吸音，还可以遮挡光线，可以一物二用，想要一个私密又宁静少少的屋企环境，可以选这个产品的。真是手掌这么大的用品架，199元。这个用品架是 IKEA 新出的电竞系列的产品之一，用了手的设计，除了可以当装饰用之外，放在不同的地方，因应场景放不同的用品上去。例如放台面可以放耳机、电线，放在玄关可以放锁匙、银包、散银等等。它的设计是每一个手的关节位都可以自己调校，方便你去调节啱的位置。如果想要实用又有设计感的杂物架，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款产品。配件多多的清洁套装，169.9元。今次新出了一套清洁套装，价钱合理，里面的配件包括微纤维抹布、平板地拖纤维垫、刷毛、除尘刷套、缝隙清洁套、挂钩，整套工具都可以换头，非常方便，可以用来拖地、除尘、洗地等等。重点和大家介绍它的缝隙清洁套，这个工具非常细心，可以用来抹一些墙柜、地板之间罅隙的尘，这件事在外面比较难找到。另外同一个系列还有清洁水桶和隔尘，洗地的时候可以装水，同时上层的尘架可以放工具，在一个坑位的设计，不用的时候可以整箱工具放在里面。层层叠专用的蜗具保护垫，8.9元。这个就这样看，是不是看不出怎样用呢？其实用法很简单，在蜗具上面放一个蜗具保护垫，在上面再放蜗具的话就不会怕整到花晒了。这样保养的话加长了蜗具的耐用度，如果大家有一些很喜欢的蜗具，可以买这个保护好它们的。不怕吹甩裤的裤架，9.9元。平时大家用衣架挂裤会怎样挂呢？今次 IKEA 出了一款裤架，可以方便到不想条裤折埋有很多折痕的朋友了。用法很简单，只需要转动个钩就可以打开个夹，将裤夹下去就搞定了。除了裤，裙都可以的，如果想要一个整齐的衣柜，它都可以是一个好工具。任剪不溜的多用途 LED 装饰灯，249.9元。这一款 LED 装饰灯和一般的灯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它最大的卖点是可以自由剪出你想要的长度，没错，是可以剪出你想要灯管的长度，这样就弹性大很多，而且它都可以用 IKEA HomeSmart 应用程式控制，而且因为是 LED 会比较悭电，算是一个好用的装饰灯玩法。自带衣架的夹衣架，5.9元。平时大家想晾内衣物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晾衫夹，尤其是物很容易夹不实跌了下来。今次这个夹衣架就帮到你了。衣架设计很特别，会见到圈圈中间会有些 W 型的纹理，用法就是将毛巾或者物夹在中间，都挺实正的。平时晾衫就不怕跌了，中间圈圈位置还可以用来挂衣架。
可以唔使用衣架嘅晾衫夹，7.9/8件。呢一个晾衫夹同上面夹衣架系同一个系列，佢主打系用越缩全塑胶制作中间嘅弹簧，而唔系一般嘅金属圈，咁样咧就冇咁容易生锈同埋坏啦。同埋夹都会有一个圈环，可以直接唔用衣架，用圈环固定喺晾衫架上面咧就可以啦。佢仲有防 UV 设计，颜色都好靓，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小朋友嘅保护装置窗户安全扣，45元。呢一款安全扣都系俾有小朋友嘅家庭用，可以见到装喺窗嗰度之后，要啲技巧先可以开到窗。如果锁实咗，基本上系只可以开到少少窗嘅啫。小朋友如果发现，为咗安全咧，装呢一个咧就唔使惊啦。不过佢安装上面咧要用螺丝，如果屋企用铝窗咧，可能要转窿先得啦。懒人必备产品，多功能 cushion 暖毡，199.9。IKEA 电竞系列仲出咗一个好得意嘅 cushion， 俾中意打机嘅朋友。呢、这、一个 cushion 唔单单系一个 cushion， 佢仲系一个集暖手、暖毡、睡袋功能嘅产品。可以见到 cushion 外面有两个袋，除咗可以装嘢，其实佢可以伸手入去保暖。咁打开个 cushion 可以当做一件保暖衣或者保暖毡，你中意点用都得，同埋都好大件。冬天着住佢坐喺沙发睇电视嘅话咧，就正啦。咁其实呢一个 cushion 嘅前身咧系另一个 cushion 版，呢、这个就系绿色嘅，着上身真系好搞笑。呢、这个价钱贵啲，如果买咧，我会觉得电竞版嘅更加好同埋实用，颜色都会靓啲。能屈能伸嘅不锈钢锅盖架，49.9。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煮完嘢打开个锅盖嗰阵，唔知个盖放喺边度呢？呢、这、一个锅盖架就可以帮到你啦，佢可以任意拉长拉短，放入唔同大细嘅锅盖都得。唔用嘅时候仲可以缩埋一嚿，非常悭位。除咗放锅盖，碗碟杯都可以放喺上面噶。可以随手打开嘅私人空间，桌上屏风连间隔，99.9。呢一个屏风同你平时喺餐厅食饭见到嘅唔同，佢可以随时打开，即时创造一个私人空间，令你更加专注。配埋内藏嘅唔同间隔，简直系一个流动嘅工作室。小朋友翻学带翻学校又得，成个产品好轻，可以折埋收纳都非常方便。食物安全要有一套嘅两件套装直胶食物盒盖，49.9。呢块咁特别嘅圆形直胶，其实系专为一啲圆形嘅碗设计，代替咗一般嘅保鲜纸，可以密封住食物，保持新鲜。一套落去就得，仲可以清洗同埋重复使用，环保又简单。不过因为佢嘅质地带有少少黏性，见到 IKEA 呢一个放咗一段时间，上面都黐住咗啲尘。大家用嗰阵记得洗干净啦。今日嘅介绍嚟到呢度，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记得喺下面留言支持一下，仲有揿埋个钟仔，你哋每一个 like 同埋订阅都系支持我制作影片嘅动力来源嚟噶。我哋下一条影片见啦。